假使讲咱若拄着意外，搁受重伤，毋若心理需要时间来平静。上辛苦的，就是爱做复健。阮今仔日的主角刘心如，2012年无小心对足悬的所在摔落来，造成脑部受伤。经过手术甲治疗，足无简单，才解救回来。摔落来，伊爱面对的是身体甲心理真长的复健。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可以几天啊吼，敢那无有不好的那个遭遇来，我是没有讲哦，我就有做梦到，我说我师兄哦，去联络处吼，就是他会烧那个电焊嘛，烫得全身都流血，啊他在洗澡哦，他跟我讲说，我说啊你不会痛哦，说不会哦就行了，就这样，就很不好的梦。你看，爱讲过，唔知过两天啊，啥都无倒啊。因就是凶个腿啦，我咱个腿四脚十二尺迄种腿啊，伊坐毋坐咧创啥，我毋知，毋知要安啥，安锁啊，要钉锁啊，啊因咧算讲大病啊呢，啊又讲用要好安尼，啊要落来，啊太，啊腿就讲载落，啊就载落咩，载落因为内底啊，结果。送起来尔，迄护士长就讲，娘无娘几啊台，摕几啊台来娘，拢娘无遐暗，尾下就用撞的啊。我看阮翁安尼，我家己迄阵都有心理，我就在想啦，我想吼，我师兄如果会好，我就走瓷器这条路。那时候我自己就有想，我就开始带伊去阮家针灸，迄针灸一届拢注二十几支呢，佮带伊去行路，差不多行。可能40分有啦，啊40分回来吼，我就叫阮迄楼梯边仔啊，我就叫伊姑，啊伊拢面碰西西哦，拢面臭孔，啊唔敢生气，就是面碰西西就对啊，就是逐天吼一个月我逐天伊甲操伊逐天哦，啊尾啊就一天，啊尾啊那忧郁症啦，迄阵是忧郁症啊，逐天困拢一惊，我嘛就烦恼的，知无？迄阵嘛就烦恼。啊！拄仔阵啊，拄阮大伯阁过来，因为过来抓的，过来就甲骂啦。你想好命啦？安怎啦？就伊骂啦。啊，过来就较好啊，过来就豆豆啊好啊。就伊联络处做工课啊。伊真正菩萨吼，伊工课啊做啊无够。真的啦。安尼要十年啊呢。吼。所以是。他都在保护他的命呢。嗯。真的呢。师姐照顾我弟弟，照顾得很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很感恩啊。就是这样，大家安尼，大家配合安尼就是。我还有一个弟弟在骊山，看能不能到这边来。他说他现在工作很忙，没有办法来。我还是没有办法。我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呀、啊。是他弟弟。为什么你们感情这么好？你们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的想法哦，家里能够几个人见几个面，就高兴得很不得了。可是你们距离很远。不会啦，住的距离很远，人的心不会很远。对，这个就是外公啊，阿公的啊。这是我全家的。有没有？这外公的、啊、兄弟姐爸爸妈妈那一下，我们家庭你看这么多呢，同胞兄弟，手牵手心连心，长长久久，生生世世。Thank you.
么你们的感情这么好？没有，自己兄弟的关系，自然就会很。很有互相同胞兄弟，我们互相的感情，同样一家都是感情不离开了。耕种的家庭哦，从小一直到你都没有分，读书到要上做外面工作以后才会慢慢的分开这样。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自己的兄弟一任何时间都会有联络啊，以前没有。那么方便，电话的问题可以联络，现在电话很方便了，更好联络。爸爸妈妈这就从小就教我们长大的呀，我们就要学到父母说怎么样照顾我们，加爱。对，还有我妈妈就很辛苦很辛苦了，她每天早上哦两点都要能爱过两个七狗安尼吼，又要爱煮。足济物件爱煮五顿，我们想我妈妈这观念，我泪水就流下来。他为了他最小的妹妹哦，才30多岁，他进那一家已经50多岁啊，换自己的妹妹，已经很严重的病，剩下一只骨了，皮包骨头这样的状况了。变成去抽血哦，在医院里面哦，變血抽过头哦，可能是人身体没有办法走到这个洗手间那边跌倒，这样过世这样走的。我对老人家的尊重比较高了。看见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爸爸妈妈。对。这条个栽好去，无啥顺路。阮这个年岁哦，恁是遐少年，阮这个年岁，这退休落来，不过才有这担。啊，若无哦，年纪大，唔知要怎样。你家己工龄较做唔好，你咩？你要人担工龄，我意思，要人担工龄，都爱人做较好，互顶悬无迄个压力。这车。看伊安怎，咱只讲，那做我体会做咱慈济的人，就是真付出啦。自从伊进前，我较唔捌伊，啊了后转来，我退几十年啊无，啊转来无偌久，伊头啊就受伤，就是我伫咱联络处爬去顶悬，啊下啊就是无人敢换，腿无换，啊叫变落。啊，但自从伊了后，啊这個、人心情好，只要看到啥，你甲叫伊拢答应你。但是答应落，伊是答应拢好啦。你甲叫伊答，啊这样答应落吼，死到甲叫拢袂记较侪。伊拢会安尼，啊伊个毋是听滴哦，伊个是确实拢袂记，啊拢这嘛应，遐嘛应，啊伊就答应拢好，啊死到伊就啊拢有咧做，啊拢袂记咧。哦，伊个善念我毋知影，我就感觉伊个人就真，我心目中啊确实有影，咱就哦要全献付出咧，足少啦。有咧气力，有无咧心命，就爱着打拢好。伊也袂去轻温，也袂去落啊，拢袂。只要你叫做伊拢做啊，但是他在工作伊袂讲诚紧，都、就是比较慢半拍啦。啊，但是咱个过程就啊，你也莫去遐念。啊，伊人足好，我就讲啊，就伊只定嘛讲，咱人在做代，伊嘛教啊。啊，物仔伊咧讲拢是开嘴拢好话。你听了嘛，拄仔讲啊，食这下啊，咱都脑汤就身体养养完好啊。讲对了，你也是讲较麻烦啦。啊，我是好咧，今仔有即单通好做啦。
啊，我都你都保庇我，我还用我树木，我每个树木啊，像树木那么茁壮就好。我嘛就是安尼，伊都是安尼啦，期待是这样。伊哦，伊家己哎，那照顾最近和因太太哦，和叔弟哦，就是我叫伊去后里搬，去搬位置，爱去挂着，我唔知，伊拢无讲哦，挂正头挂着正偌哩，啊嘛甲甲搬，啊反正第两三工搬，啊最近啥，伊讲伊就因太太讲，伊的手机挂着去走铁轨尖啦，讲啊安尼拢无讲，伊拢无用知。啊，就嘛搬较好才转来，啊，转来安尼好，伊个伊个人就是安，真用心咧做。你看伊若用，就是安尼做。小姐好像有点小伤的，就看医生哦，就有点比较快。上次哦，就是有一点小问题，也是那个玻璃太利了哦。这个哦，结果怎么样？从这边哦割到这边来，哦，结果去看很多医生哦，没有看的好。到一个月以上了，咱后里然后是回收厂，真呀，咱的佛菩萨，真呀，足感动感恩，有咱的藏人的好弟子，因为我嘛在向这老菩萨爷爷个学习啊。这个是我们花莲的特有的，也是药用的，有一种的松木啦，心脏啦，还有肺部方面会帮助很多的啦。这种的药哈，就是我们那个胃肝脏的，采解是很苦很苦，因为我们如果有毒素什么的话，它吃下去，我们的毒素会肝脏会。那个毒会化，哎，看嘛，它掉下之后，因为我们吃农药什么啊，有人吃农药用在化掉，这样，你看我讲伊真的受伤，种啊足济，无种啊济呢，伊安尼吼，安尼种甲呢。我会使对工看安尼咩？我甲阮囝两个拢甲处理掉，剩咧大丛个安尼尔。你看伊种啊种甲，我请伊啊种这我无当，我袂当甲讲呢。伊讲伊无欢喜呢。啊，足侪事情拢甲我讲，伊讲，互伊种了紧啦，互伊发泄啦。啊，不过我想讲楼顶种啊侪，阮囝一直讲要找一块地吼，互伊去遐种。啊，要倒找就是，足歹找啦。我是惊厝烂咯。我是怕，我是惊安尼，我无要种，我哪烦恼伊遐济。这粒个，哦，这我笑架吼，都大人家这好重如影啦，这样呢，然后含到壳个啦，就这啦。这都我们大安区的高铁附近那边，高铁，我了放假时啊，假日啊，我在游乐。第一点嘛是一个好处啦，你若去溪底安尼行吼，嘛有咱的脚底的按摩、健身按摩安尼啦。我较不爱雕刻物件，我较不爱，我爱大自然、天然的。有啊，这个。啊，像以前啦，其实拄好嫁的时阵嘛，拄好一个头路，你知无？拄好开始的时嘛有一个头路。啊，尾啊，就是阮结婚了后，你知无？啊，结婚啊，我就是因为因厝都住在华莲，啊，尾啊，阮就用租厝，你知无？啊，我只要暗时啊，我困，我会惊，我竟然头路我叫伊死掉，啊，过来就无工课好做，尾啊，就拢无啥工课，啊，这拄好拄有囡仔，你知无？啊，尾啊，一站哦，一站嘛足辛苦的。伊拢听你的咧，你叫伊创啥就创啥。嘿嘿，对对对，伊嘛无想讲吼，即马哦结婚啊吼，结婚啊啦，啊是毋是无做，是毋是无钱，伊嘛袂去想遐济，迄阵啊嘛无去想遐济哦。啊尾啊一阵，啊拄好公司拄好欠人，尾啊我就阁叫伊倒转遐做，嘿，他的个性蛮好的，真的，真
蛮善的啦。伊从来毋捌讲迄无好听的话，那个脏话，伊袂呢。像我啊，有时候那小孩子很会不听话，我会比较大声，他就骂我说：“无彩你煮这啦，讲话安尼。”有卫生的双峰骆驼吧？好、哦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，这样来说要安尼看较清，这样。好、哦，这里一峰两峰，这尾好、哦、尾这头，这样，哎、哦，有点像了啊、哦。嗯，这就是在东市，但好像一个犀牛，不行吧？啊、哦。可是这砖头尾啊，甲细起才变安尼啦哈、哦。这个熊啊，有像哈、哦，有像无？熊啊，哈，五点半啦，啊嘛有师兄五点就来做啊。别啊，今仔袂算哦。就是那时候，就是身体状况其实还可以，可以动。哦，啊上下楼梯，啊那时候让他睡在楼下，可是他就是会坐着，就像那个重度忧郁症的，会生气，会有暴躁的那些情形。那经过了大概两三年吧，他突然就自己走出来，然后就是恢复的，应该是说记忆力恢复的比以前更好这样子。他做的也自己也很开心，所以就这样。对啊。啊，就常常去花莲啊，可能，而且他去回来都很开心，对啊，哎，不好的记忆就是随着他做志工去盖过他，哎呀，他做他快乐的事啊，然后慢慢的就越好，啊，他之前那一段期间也不能骑摩托车，也不能开车啊，对不对？蛮严重的，而且。现在你看都能恢复，还能开车到做志工去慈济这样。我还去带师姐祝念告别式这样。爸爸能恢复成这样，其实师兄都帮忙，家人的努力。对啊，师兄师姐他们几乎一两天就来看爸爸一次。对，这个，其实那时候没有，真的没有想到。就他真的很严重啊，没想到突然就恢复，然后跟平常人这样子一样啊，可以开车骑摩托车，对对对。伊是安尼腿是向安尼嘛，啊人就安尼扭嘛，就安尼讲的。有小伊咯，就是拢迄个形体拢变啊。迄阵就是迄个咧开刀的时阵吼，迄规碗迄个。拢是，要到几碗拢是，所以，阮迄个阵是压力真呾足重个，尤其是我，因为伊个全部拢我家邀请，啊，迄阵我跟个菩萨跟讲吼，啊，爱国阿罗他过这个难关，嘿，啊，每天我起来，我就第一件的事就是上面讲嘛。无关到啦，就是投资托，予伊即个紧恢复，吼、哦，愿意就无甚物大，算讲即个愿，就是予阿罗紧恢复。深头村的人无谅解，啊，但是因师姐吼，不，伊讲伊今仔若无发生这吼、個，可能会阁发生别项，所以他的谅解吼，啊，因呢，伊就联络出这发生吼。真的，阮的压力比村的人压力较重，因为阮拢困袂起啊。阮敢若是希望伊尽管有预兆好，才出现。
愈做愈欢喜，愈愈我拢无感觉，是只有想讲，我即马变来每一个工会做好安尼完成，那就将当作健身的运动啦。嗯，啊，我即马本来我手哦，无多举悬安尼啦，哦，迄阵啊，无多安尼，啊，只有安尼尔，啊，即马无多安尼啦，哦，安尼。我有些真正体会哦，我足感动，足感恩咱遮嘛有，咱的联络处也嘛有，而且身体上不适啦吼，癌症啦，就是有到尾吼嘛，用一直减退他的病痛，哦了后啊，愈愈愈愈做那，刚才喊你看，怎啊那愈接看到安尼啦，哎，鼓励别人啦，啊，体会家己。给他叫一只啦，反正他都会听我的话，就是这个啦，这个赖伯仁师傅啦，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啦。我要休困，你知道？伊讲叫我买休困，伊会带去复健，真的很感恩啦。感恩恩重如山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伊较早吼，就是有看到伊，就是有看到伊啦。啊，以前阮孙啊吼，去拢只有拢伊家己，伊咧甲带。啊，我拢在上班啊，啊，阮孙啊，当然拢乌索索，我阿公。你是爱甲我带好嘿，对哇？哎，我很好，师兄吼，以前啊，真正阮这是个传代同志。哎，伊唔捌讲，唔捌甲学落的啦。对啊，哦，就袂头前甲来甲骂尔，袂甲学落啦。啊，若是外口才会共讲啦。阮家莲花佛菩萨观世音啦，我一定爱听伊的，对吧？啊，有遮个师兄师姐哦，因拢足关心我。嗯，真的哦，就感恩啦。无啦，这无啦，阮家有一个吸潮啊吼。恁家，恁家叫什么家？这嘛，咱家啊，对吧？这段时间，刘心如和太太杨秋娥拢吃真济苦，但是因感受到亲戚朋友的关怀，甲社区志工的鼓励，这爱的力量，让因伫个复健的路上继续坚持，无放弃。哦，我因为有法度安尼恢复的感想，也是佮伊本身吼，伊有做起来顿。因为今仔若无伊安尼紧做好起来顿吼，我食吼，啊落我都恢复安尼，我感觉讲这真正菩萨伊。啊，但是我重视就是讲，不管有别，只要有关的工作，我都唔会做，不会别去。